手工才能做出的环保袋有爱心温度，小小的银包就已经要做三个钟了，那这些大的那些就要十几二十个钟了。这一盆立体纸花有浓密的祝福。用了多长时间？我用了七天。今天我看到他们根本是做为了土耳其来到做一个善事，我觉得是很多个心思放在这里，而令到一个心意放在这里的感觉，所以我就觉得我应该要买这盆花。两天义卖祈福会，香港静思堂有满满人气。珍藏许久的手工艺品，不但让人美丽，心也更美。是我亲手做的，然后呢，一直都不舍得拿出来卖。可是这一次呢，我觉得他们可以发挥到他们生命的价值，所以很开心就舍出来了。任何人都能轻易上手的酒精墨水画，利用酒精相溶、相斥以及快干的特性，在不吸水的纸张上让墨水扩散，干涸后凝结成美丽线条，自然墨迹。年轻妈妈想要行善，对于孩子则是探索和学习。希望快点好翻啦，咁希望小朋友有好嘅地方环境啊，咁样我想我可以帮手嘅就帮手。义卖内容包罗万象，举凡艺术、个人饰品、服装、生活所需，或者美食、蔬果，应有尽有。小学生陈国林买20元，再多捐30。可以捐钱俾土耳其，因为佢哋地震啊嘛，碎咗好多屋，加上饥寒交迫之下，佢哋应该好，所以咧我就用50蚊买2支呢个俾我希望可以帮助到佢哋咯。一方有难，各地竹筒也回到慈济的家。平时都有放竹筒喺度噶嘛，身边啲人都话要捐款，咁我咪即系代劳咯，去拎埋啲捐款落嚟咯。发生今世灾难，善的声音要持续敲响。大爱新闻真善美之工香港综合报道。